爱的爹娘，请 Teacher Cherry、 Teacher Jenny、 Teacher Kitty 上台，请老师为我们毕业生说祝福的话。亲爱的小宝宝、爸爸妈妈， Kitty 是在这里，十分感谢你们这三天来的配合与支持。这三年 Kitty 陪着宝贝们一同成长，我的内心想到他们要毕业了，要升国小了，十分的舍不得。不过还是十分感谢宝宝妈妈这三年来的配合与支持， Kitty 在这里再次谢谢你们。小宝贝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要升上小学了，一样要用功的读书，努力的玩，好不好？想 Kitty 了就不要忘了回来学校找我，好吗？一条所班的爸爸妈妈，我是 Jenny。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，一年了，宝贝们要上国小了，他们的成长进步，相信你跟我一样感动在心里，也非常的对他们的成长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骄傲。Jenny， 谢谢你们这一年来的支持、配合、协助，有你们的帮忙真的很好，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非常可爱的宝贝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，开心吗？开心！你们真的是好棒好棒 ，Jenny 相信你们，不管在哪里都非常非常的棒，可以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很好。Jenny 常常跟你们说的，上了国小要怎么样？相信自己是最棒的，对不对？爱你们哦。各位家长大家好，我是大学宇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宝贝的毕业礼，给我们宝贝们满满的祝福。大学宇在这里要谢谢我们泛谷班的每一位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这一年给大学宇的支持和配合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配合，所以宝贝们今天才有这么棒的表现。大雀跟你们感到，跟你们一样感到非常的开心与骄傲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泛谷班的宝贝们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，爱大雀羽吗？好舍不得你们要毕业啊，你们要毕业了，表示你们长大了哦，到国小去，遇到困难不可以用哭哭的，要勇敢去面对它。要记得大雀常常跟你们讲的，心不难，心上难，勇敢的去挑战困难，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，把每一件事情做好，就像爬阶梯一样，一步一步的往上爬，你就会看到很漂亮的风景，知道吗？加油！电视里 ，Attention！ 快点！放 ！Attention！ 现在小朋友可以。各位亲爱的家长，这个时间如果你有要送您的小朋友的礼物，你可以上台，有三分钟的时间给你。如果你想感谢老师，有三分钟的时间可以给你，你可以上台。我们毕卡索班有一个小朋友，他的手断掉了，然后我们很担心很担心，可是他坚持一定要上台表演，我拿他没办法，我们是不是给这个小朋友掌声鼓励？他前天手断掉，他哭得要命，他说我想表演呢，我的毕业典礼，大家都祝福你好吗？只有三分钟哦，
场，你要送花，你要赶快加紧你的脚步，只有3分钟。